哦，来，我们进行我们的数字测验，未来一个月我在哪一边最幸福？好，我们的数字有排5938、8307、2750、3016，还有9265。来，方纯，好，我就9265。9265，看着哪边最幸福？我要8307。8307，好，八三零七。5938。5938，来加码8307。哦是哦，2750没得选，剩我哎。来，未来一个月我在哪一方面最幸福？5938是李老师选的，还有观众朋友选的。如果你选到这一组，到底是在哪一边最快乐的？我们来看看哦。职场万事，工作满档，业绩长虹是最幸福的。对对对，因为你在职场上面非常非常的好，所以说是炙手可热的抢手人物，很多机会都等着你来决定哈。那你的成绩是一把照，虽然是很辛苦，因为业绩很多，所以说你因为业绩满满的，因为很辛苦，但是因为你看到那些钱，你就会非常的快乐。所以说钱还是最好的礼物啦哈。当然还是因为有工作，而且工作赚钱，所以会让你觉得哎，非常的幸福哎。哎呦，但是都没有收过金色的玫瑰花。来，那我们再来看看9265是中纯选的，啊，观众没有选的，到底是在哪一方面是最幸福的？哎，我们来看看喽。这个叫声名大噪，心愿得偿，民生演播是最幸福的。对，因为多方面的默默经营，一直在网路上，所以说你的正面评价非常的高，声名上面是会大噪的。那网路声量一增多，业配就会来了，业配也就是钱，那就是现在是优质的资优股哦，所以说有很好的开端。当然就是你的心愿得偿，一直就会觉得希望说，你能够声名演播，能够坐在家里就有钱进来，所以这个也是因为这样子坐在家里，业配都来了，所以有钱进来，所以也是很幸福的。更好，谢谢。再来，我们看看3016，现场是没有人选的，那观众没有选到这一组，我们看看到底是在哪一方面最幸福哦。这个叫闯过情关，情爱甜蜜，是爱情美满最幸福的哈。应该讲说人缘指数一直在飙高，那闯过情关以后，桃花遍地啊，异性桃花也非常的好，非常的旺盛。当然有，如果有烂桃花的话，也让你一脚踢开，能够遇到美丽又心仪的对象，让你觉得两个人在一起非常的甜蜜，所以说是爱情美满最幸福哈。那再来看看2750是赌林哥选的哈，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在哪一方面是最幸福，我们来看看咯。天然养生，活力99，是健康平安最幸福的。谢谢。对啊，因为天然养生的关系，所以说你吃的时间是固定的，那想吃的东西也吃一点，不要一直控制自己不吃不吃要减回，不用，就是你会想吃吃一点，那有固定的时间你会去走走，会去漫步散步的走走，这样对身体的健康就非常非常的好。所以你只要是健检的话，一个红字都没有，所以说在健康上面非常非常的好，应该讲说平淡健康平安就是福，这个也是相当好，对赌林哥来讲相当好，对观众朋友一样也是很不错哈。再来我们看看8304是立方选的，还有这个艾老师选的，8307，对，这个叫气势如虹，魄力满满，手握财富是最幸福的。谢谢。不管是正职或是兼职，你都有不错的成绩，因为你脑筋动得快，所以说投资理财方面都做得非常的好。那满意，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赚钱抢钱的机会，所以在投资理财方面，你的收获非常的好，手边的金钱是手握的财钱，钱财是满满的，所以摸的钱财的味道，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。所以说啊，手握财富是最幸福的。谢谢。谢谢老师，谢谢来宾，谢谢，加油，加油，好，来，感谢您收看，拜拜，拜拜。